再次收看给你点上新灯。在上一集我们看到了2009年元月九日，莲生活佛佛驾金吉雷藏寺，针对瑶池积母金丹解脱大道有非常宝贵的开示。随后圣真莲生活佛又非常的慈悲，利用傍晚时间在北上苗栗的铜锣来关心一个正在建盖的法罗堂。一到了法罗堂，莲生圣尊就写下了勉励法罗堂同门的法迹，法音广流传，锣声十方响，度声遍上下，名气天下扬，住世济福良，出世正光芒，屹立山之巅，三藏藏意海。不如莲生洗礼佛，不如莲生洗礼佛，不如莲生洗礼佛。法罗堂的堂主苏启田师兄和同门，他们是临时接到师尊莲生活佛会佛驾的消息，他们非常惊喜，甚至有点不敢相信师尊真的来到了这个乡下地方。法罗堂虽然还没有完工，但是他们已经启用同修了，所以师尊莲生活佛也特别为他们的坛城开光加持。先天无比的哦，要先天无比就是那个本来就是在那个什么，自己说要求那个先天无比，那个是要写在手上的，还要加持那个笔，还要写在手上。有没有什么那个想要这个问法的？问法方面是很多，但是一时哦，一时想不到。太好了，那就不用讲了。也是说跟我们拍摄啊，很多事情要问，现在全部光光光。这是非常好的事情。我们能够今天能够来啊，也是很特殊的啦。因为本来就是要到金吉去，然后呢就有人讲说要到这个北港，说要到北港，他跟我讲说只有15分钟就到了，我不敢相信了。然后也有讲说要到这个开明啊，同修哦，开明堂，开明堂。那开明堂因为上次回来有去过，你这里完全没有来。那他们讲说很近，这个高速公路一下子就到了。这个是新盖的房子，刚盖的嘿，对，还没有。他们这一群人啊，精神同门啊，有一件事情别人没有做，他老是到台湾莲藏寺去扫生活大道，生活大道他们扫，他们带头的，几年了，好几年了。环境都是他们在整理。那这样你们的心地是很干净。就是修行啊，不要以为说哦，法务很多法务很，大家以为说哦，修行就是坐下来在那边念经，其实不是的。日常生活就是修行，像这个喝一口茶供养。哦，你供养的话就是修行，喝一口茶也是修行，扫地也是修行。所以说你在扫地，扫这个清净的坛城，来擦这个，就在擦你自己的心，就是在擦你的自己的心。
所以我们吃东西、做供养、做超度啊，吃饭的时候做供养、做超度。我以前我在家里都是把东西端起来，比眉毛还高，然后这个念这个供养，念供养，然后化超度跟化食一样的一起做。这个吃饭就是修行，住呢也是修行，像我们躺下来睡觉也是修行，学佛的姿势，这个心脏在上方，心脏啊在上方，那睡起来像那个弓箭的这个弓一样的，心脏在上方，然后你还要念咒，念本尊咒，还要观想这个喉的地方放出红光，变成一个华盖把你盖住，然后你自己要变成本尊，然后传化为莲花上升，在空性里面住，哦，就是明光法，放出光芒，红色的光，就睡觉的时候也是修行。那穿衣服也是修行啊，像我们穿这个衣服的时候啊，要一只手握拳，然后放在这个衣服上面，也要念咒，念披甲护身咒，念完以后穿上去就是披甲护身。穿衣服也是修行，那走路的时候也是修行，你走路的时候也可以持咒啊，也可以念佛啊，坐车子也可以休憩啊，还有这个行走的时候啊，一定按照这个佛的仪轨，修行人的这个仪式这样子来做。两人行走还要并肩，还要同步啊，不可以勾肩搭背，像出家人啊，这个两个出家人，一个勾肩搭，一个勾肩，一个搭背，或者是勾着这个这样子走，都是犯规的，都是犯仪轨的。两个人行走，步行一定要一致的，一定要一致这样子走，而且要同行，这就是规矩。那立的时候啊，不可以弯腰驼背的。像师尊坐的话，坐有坐相啊，坐就像钟一样，哦，坐如钟，立如松，行如风，对不对？卧如弓，这就是规矩啊，这些全部都是修行。那走路的时候不可以交头接耳讲话的，我们修行人就是要像这样修行人的一种礼仪，所以像修行的时候，好像我在跟你们讲话，这样子弯着这样不好，一定要挺着，啊，板凳要坐三分之一，啊，不可以，当今人，真的修行像当今人一样的，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很谨慎的。时时刻刻都要警惕自己，自己是一个行者，这样子才是标准的修行人，不能够懒散的，好像偷懒啊，我偷懒，这样不可以，因为时间有限，人生的时光有限，你一偷懒马上就过去了，所以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，你就是必须要好好的做一个行者，修行的人，好吧？给你们做这个，做化一个灌顶，化啊，已经灌过顶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是啊。等一下，这个手伸出来哈，也是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，你看。我们可以感受到这里的同门真的是非常的朴实，加上他们也曾去打扫清净台湾雷藏寺，
圣尊说，打扫就是在清净我们的内在，修行就是从日常生活做起。其实这么简单的道理，有时候我们都做不到，真的是非常的惭愧。而世尊莲生活佛慈爱这里的弟子，亲自为每一个人一个一个的做瑶池金母先天伏笔法的灌顶，这样用精气神的加持，莲生活佛整整做了半个多小时以上的时间，这样子的灌顶，可见得圣尊不舍一个众生。不要搅拌，不要搅拌，等一下，我们定好了，真的，我们已经定好了，这么多人呢，我们已经定好了。法罗堂的堂主和同门为了感谢师佛和上师法师的佛驾，特别供养所有人当天在铜锣晚餐。有很多同门为了一睹莲生活佛的佛言，下班后陆续的赶到这里，但是由于人数众多，有些人只能包厢到后面去。莲生活佛特别在临走之前绕到这里来加持弟子。你们坐在这里，好，抱歉，百合跪着。没关系。好，谢谢。你们继续吃啊。好，谢谢。还有菜呢。啊，继续吃，其他聪明。好，继续。好，来，这样子，好，啊，你们继续吃啊。古罗连神西里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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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古罗连神西里吼。这是2009年元月9日苗栗铜锣令人难忘的夜晚，也欢迎大家去苗栗游玩的时候可以联络法罗堂的堂主哦。各位观众，新竹真佛宗福佑雷藏寺长期护持电视弘法，功德无量，现在11月29日将在顶埔国小举办观世音菩萨点灯祈福超度大法会，祈求观音菩萨能保佑我们一切平安光明吉祥，欢迎您能前往参加灌木佛光，详情请电0492312992。卢胜彦文集第210册，写给雨。莲生活佛柬埔寨之旅，我们在柬埔寨的第4天驱车要前往去看全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，那就是洞里萨湖。洞里萨湖也就是金边湖，它是来自湄公河汇集中国青康藏高原融化的雪水，从北到南贯穿整个柬埔寨，
水流到金边的时候，就分支注入这个面积有11000多平方公里的洞里萨湖。而居住在边上或水上的人家，您猜有多少？有300万人。啊，我们真的是非常好奇，如何能在水上生活？我们坐着船准备要进入湖中，可是因为季节的关系，河水污泥太多，水深不够，船只的螺旋桨很难打桨前进。不过我们一点也不担心，因为跟着莲生活佛在同一艘船上，去哪儿都是 OK 的。饮食上面用机器把汽车的饮食带着，啊，那一般在这里呢，他们都是上到的司机、船师傅啊，都是打工的，啊，他们也没有能力自己造这样的船，啊，他们在这边的吃的、用的、喝的都是在这里，吃喝拉撒都是这个水，啊，这里呢，我们只看到一部分而已了，我们要到湖面那边才会看到比较多的水上活动。您记得有一部得奖电影《平民百万富翁》吗？在影片里我们看到那些孩子的生活，没有想到在洞里萨湖正是这样的情形。小孩子生在水上，玩在水上，就算水里头有蛇他们也不怕，因为他们的认知里，水就是他们的环境，水就是他们的摇篮。我们这个节目在喜欢吃那个蚂蚱，他们不像我们呢，啊，我们是拿来炒来吃的，他们呢是拿去怎样的泡在水里面，让它吐出那个土黄的，然后呢就泡盐水，泡完盐水就拿去晒，啊，那个没有煮过的那个蚂蚱就拿去晒太阳，啊，晒完之后他们就这样吃，啊，就半生熟，半生熟，还有两种口味，一个泡盐巴辣椒味，一个是纯盐巴味，啊。有的比例都是反正就是8岁，就是50岁的，现在已经提升了9岁了，现在50而已，内脏刚结束了。啊，第二条件卫生条件差，啊，更厉害的是医疗条件。那你看到哈，哦，这边呢不是说会淹水嘛哈，啊，这边也会淹水的，那为什么这边还有这种房子住？他们这些人呢是最穷的，等水淹的时候他们就拆掉了，啊，或者是抬起搬到前面去。啊，特别像上面这些，上面这些呢，他们4个大男人就可以抬起来的房子，然后就搬到前面高处那边去，水太大嘛就跟着搬进来。在上面这些陆地的比水上的人家还要更穷。本来他们小朋友啊，虽然很穷很没工啊，就很他们也是很满足的，有的玩有的吃就是很好。他们下午上课，每天就很赶，自己去劳力来赚钱。我们现在所船所经过路过的地方都是沼泽区里面的，还没有到湖，啊，那这沼泽区要到10月份才淹上来。我们旁边看到那些树，啊，都是在水里面，也就是说，哎，大家看电视呢，哎，看电视，啊，这边呢就是他们的那个自己的，我菠萝蜜。就是说从别的省份啊传运过来这边卖，啊，你看那个卖他带来水果蔬菜嘛，50年代的时候这里的鱼吃不完，我们政府有规定你的渔网多大，小鱼不能捉，只能捉大鱼，现在大小连那蚊都吃完，啊，他那个渔网啊跟蚊帐一样细，啊，这个是基督教教堂韩国人来开的，啊。再过来这家呢是这里最大的加油站，啊，有些人有能力就买那个矿泉水喝，没有能力的人就喝这个水了，啊，没有他们吃的喝的拉的都是这个水，哦，这是美国建给我们的幼稚园学校，在这两间幼稚园教室，啊，老师一般都是外国人，还有本地人，还有从小就教他们宾馆啊，啊，就是免费的那两间学校是免费的。在我们的船驶进湖中心时，
不知不觉的，船上多出了一位摊贩小女孩，她是怎么出现的呢？原来这里的人跳船技术一流，上了观光客的船，贩卖一点零食饮料，这是他们收入很大的来源。卖蔬菜的啊，那个行动蔬菜摊的那个，啊，那个，那是杂货店啊。啊，撞球场，哎，那个撞球场很厉害的，那个球一直在晃，但我们都可以打的，打进去洞的。啊，因为他完全溜进来了，就不会就完了，另外的球不换，瞄不准。啊，他家里有那个那个老板，啊，他里面有房间。啊，有四五间房，那有些那个背包客他就来这边住一个晚上，啊，太阳起来看日出跟看日落，我不太清楚，没有问他，应该不是很贵，应该没有贵。我们这边的那个年纪大的话都归于佛祖，啊，我们的小圣佛教的寺庙也是养老院，寺庙里面念经，跟晚上睡觉，跟晚上在一起。这里也有蛇，这个湖里面很多蛇，对，它就是水蛇没有毒的。在这里，每一户的水上人家吃喝拉撒睡都是用这湖水，而且每一个木房子大都是可以组装的，因为涨潮的时候他们全部必须迁移，所以近代欧美为了因应盛婴现象，担心未来会有大水患，发明了很多水上漂浮的房屋。可是早在这洞里萨湖的居民天生就已经适应这种水上屋厝，这也让我们体会了人类的韧性其实都在随着大自然而调整。洞里萨湖上有商家、学校、政府单位、球场等等，生老病死全在湖面上，而且当地的治安也最好，因为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好偷。柬埔寨水上人家的生活给了我们很多醒思。而结束了洞里萨湖之游，也就是越来越接近我们离开柬埔寨的时候了。之前很开心，导游林志雄已经皈依了师尊莲生活佛，所以接近离别的时刻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很舍不得的情绪。其实这是靠多少世的修行才能得到的师徒情缘呢、啊、而圣尊莲生活佛当然关爱新弟子的一切，特别以大杯水给皈依弟子做加持。中那温海可能你
어쩌야는 로다스노는 하는 사랑정보 그레이스 나 머리선 다가본 그 운명으로 계세요 뭐 요비 점으로든 미스노는 난 당당한 버야니 미안해요에 바보 어석한 하이 밤 따이 밤엉 나플라이 곰 얼룩벙 링레이 브루스 나이먼 스몽 谢谢各位，什么意思呢？这首歌啊，大概意思是说，什么都是为了你。我们也真的很感谢导游和每一个人，这仅有四天的柬埔寨之旅，所见所闻，我们可以说真的是有缘。Happy birthday， 哈哈哈嘿嘿嘿，祝你吃到2360岁。Happy birthday， 哈哈哈嘿嘿嘿，祝你吃到2360岁。那老弟到把山卡爪卡爪，无比老公公何必哟？何必你万事如意万年富贵？那老弟到把山卡爪卡爪，无比老公公何必哟？Happy birthday， 我们一起真有缘，皈依真佛前，诚心是修行周年，祈求往生，摩诃双莲是身，我们一起真有缘，离缘喜相生，尊师师修去杂念，持咒禅定，无魔无慧真。2009年莲生活佛的泰国之旅，欢迎您继续密切锁定。各位观众，新竹真佛宗福佑雷藏寺长期护持电视弘法，功德无量。现在11月29日将在顶埔国小举办观世音菩萨点灯祈福超度大法会，祈求观音菩萨能保佑我们一切平安，光明吉祥。欢迎您能前往参加共沐佛光，详情请电 049-2312-992。